一百，一百一十七，来，好，你是粉的是吧？粉的这边，在这边，他们是反向的。那我在哪儿啊？我在中间啊，中间前面的。那边是舞台，向五五再下一下，怎么了？这边转是吧？哎，这边转是吧？应该往里转。对，然后再转，然后再五，这样是正确的，出去。出去！小哥，你想到了？小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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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你觉得这个能赢？这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最好笑的是，婉叶还在那走出来的时候问：“是平局吗？”而且我们的公主一直在，也不知道是鼓励我们还是发自内心的自信。我觉得我们刚刚唱的好好啊！